彭博社新能源财经6月发布了2021 BNEF 电动汽车展望，展望显示燃油汽车的持有量将在2025年开始持续下降，而燃油汽车的空缺将由电动新能源汽车填补。而2020年中国汽车销售数据也显示这一预测并非空穴来风。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同比增长了 10.9%，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暴增？理想汽车是否能够因此收获巨大的利益？欢迎大家收看本期 Go Markets 独家解读。在新能源汽车崛起之前，传统汽车行业一直被传统汽车巨头所控制着。新能源汽车这个全新的汽车产业展露给了新型公司一个新的造车以及加入汽车产业的机会。同时，中美纷纷推出新能源汽车利好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从中方的政策力度来看，其高度重视对国内新能源汽车公司的扶持。这一利好消息将持续推动如理想汽车等国内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发展。从理想的产品来看，其增程式的理想 ONE 汽车同时具备充电以及储油转化电能的技术，可实现超高的续航里程能力。经过改进后的2021款理想 ONE 的续航里程更是超过1000公里，远超行业均值 30% 左右。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排行榜显示，理想 ONE 今年5月到6月的销量从2148辆一月升至7713辆，其销量在两个月之间从同比100刚出头窜上至 320.6%， 它的同比增长从初始的排行第六上涨到了6月时的第三位。2020年理想汽车的收入从年中到年末稳步提升，从年中的不到2亿到年末的超过4亿，其收入在半年内实现了超过 100% 的增长。同时，理想汽车五六月的销售数据喜人，暗示了其年中的季报收入这项将会有显著的提升。理想的毛利率在四季度财报中走势喜人，目前能够稳定在 17.5% 之内。8月12号，理想汽车正式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继小鹏汽车之后第二家同时在港美两地上市的汽车公司。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二维码在屏幕上。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下期节目再见。